不是你想翻什么呀？什么也不想看到，我就想翻翻他手机，看看他手机啊。不是你看人手机干嘛呀？那他手机我不能看吗？你可以看啊，你老翻干嘛呀？我没老翻呀，我就是翻了，就刚开始翻了翻了啊。他看见了。你想看什么呀？什么也不想看。不想看你翻他干嘛呀？所以这个有一个特奇怪，就是大家想这件事儿啊，你是想让你的另一半背叛呢，还是不想背叛呢？你翻不外乎有两种结果，第一种结果是真背叛了，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呀？离不离婚？不离。哦，真背叛了也不离哈，那就别看了呗。所以不要有那么多好奇心，就好。其实说白了，你是不是还有点不放心他？说实话。特别烦他还啊！我不喜欢过生日，但是他给我弄了一次。为什么不喜欢过生日呢？因为我感觉年轻人没必要去过生日。哦，老年人才过的是吧？啊，一般我老年人才过生日。生日过一个少一个，是这么想的 啊，不能过哎。你家里哥们弟兄几个呀？就一个。跟父母关系好吗？好。好，跟父母有话说吗？话也少。那你跟父母关系好对吧？啊。你这个好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哪儿呢？就我从小到大，我父母说什么我都听他的啊，就是听话啊。他听你的话吗？没什么事儿吧，就是他每个月就是上交工资这个事儿，他确实是挺听我的啊。但是我总想就是说，给他在微信上发一些什么，牛郎织女见面不就才。所以其实对你来说，现在最不满意的，咱们排序一下啊。嗯。第一是不表达，对，先生不表达是一个。第二个是说，有的时候他会小心眼儿。对吧，或者叫猜忌。第三呢是说这个男人还有点小抠。第四是说他没有浪漫感。在这么四个你认为都有的情况下，哪个你认为最严重？他就是不懂得照顾我，然后就是说，就是落回来并不是他不够浪漫，而是他不知道怎么照顾。他不知道照顾我，然后他就我总想就是不能平平淡淡嘛。